找到了一个燕子口，燕子口的一个出口啊，出口有很多人都在从驻足在这里来照相。那我们呢，从那边走过来走1.3公里，那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导游，他也是我们所包的车子的一个司机，姓秦先生，他让我们下来走，给我们戴了安全帽，然后叫我们在这里，他就在开着车来等我们，真好。嘿，乔姐。Say bye bye to 燕子口。Bye 燕子城。燕子窝。Whatever. We so enjoy. 很高兴。这就是我们的家人。每个人都是美好的。哎，只要有些人呢，心存怨怼的不好。大姐夫这次在车上没有去，因为走那么多也是太辛苦了。好。哎，玉云呢？对对，因为这个。哎，小孩呢？睡觉。没看到哎。来，各位哈，这边有洗手间，想要去上的话可以去上。好，上去。